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li。 今天呢是一个特别计划，就是我要带班班他去游泳池玩。班班他在从出生到现在，他从来没有去过游泳池，所以我自己很期待他的反应是什么。班，你很聪明，你自己跳上去，上去。胖仔都会跳，哎 ，Go。上来了，小朋友，出不去逃了。谢谢。今天有要下水吗？有。我看你们很轻便的样子，什么出去人家都会什么毛巾什么什么一堆。这司机你很喜欢狗狗？是啊，我们自己从小都一直有养狗啊，自己就是一直现在都一直有狗啊。对，最后还是我来开计程车载狗，然后计程车都不载狗。华工他也是开计程车，可是他就是不接狗。他也不接。对，他会怕就是狗狗会，比如说大小便在车上。的确会有很多这种问题、所以我就都只专接狗，不接其他乘客啊。对啊，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都有一点，对啊，每个人想法不同啊。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不怪，就是说他们不在，可能他们的想法啦。对，我们喜欢，我们就自己在就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桃园市的芦竹区狗老大，让大家看一下。专属的狗狗小威力，然后狗老大这边就是有餐点，然后就是一个人的低消是100块，然后这边就是餐点。就你们这边可以点完餐之后，然后就去带狗狗去外面的游泳池玩。班班，你会不会太过分？这是桌子上面，然后这边就是室外大草原，可以让他们尽情的奔跑。
后这边主要就是狗脚印形成的一个游泳池，这边就是狗狗肉垫中间，那分别就是一二三四的肉垫，那就带他们玩水咯 ，Let's go。然后我现在我要帮斑斑去冲脚，他冲完脚他才可以下泳池玩。现在天气真的太冷了，然后又是处于阴天的状态，要下雨不下雨，然后非常的冷，所以我们就待会先换个衣服，然后吃个东西，休息一下。来，先生，算了，给他绕跑吧，他绕跑，就给他绕跑吧，为什么要给他绕跑？反正我们等下抓去那边哦，你很勇敢哎。